现这位阿信翻滚的不怎么顺利，开拍前的两个星期怎么翻都不顺，情绪低落。每天练真的蛮辛苦，因为像我倒立刚开始倒的时候，就倒教练就叫我倒30秒，然后倒立，然后倒完30秒后我就满身汗。然后下来，然后小朋友看到我就说：“你倒多久啊？”我说：“30秒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我在里面倒多久？15分钟。”昨天练那个单杠，一次破3个，破到流血，肉都看到了，对面去。杏鲍菇、烫青菜没了，就没有颜色的，白白的，白白的，鱼啊，可以拿来反光补光。好气啊！是被公司啊！壹电视陈伟仪、李昀辰采访报道。